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屯门龙门分行 Kevin， 今日带大家来到一个屯门区的大型上车屋苑大兴花园。大兴花园一共分了两期，一期在1988年入伙，一共分了四栋的，二期呢就是1994年入伙，总数有11座的。今天会带大家来到看大兴花园的一期三房单位，大家一起跟我来吧。大家如果对上述单位有兴趣的话，请联络我 Kevin 啦，多谢。